그럼 나중에 봐. 那个下锅了，下锅。我不想这面不给人家。疼是吧？嗯。太受不了了。是。打了四年。他这个出血量算正常的吗，老师？算少的，他都算。这个肯定正常，这么一点。你可以配点肾上腺素吗？麻药里面就不用那么出血了。你也可以滴两滴身上，不要滴多啊。出血给他按压就行了。没少血都。他这不多。我你看我那么肥，我血很多的。都没事。我说你出血不多。嗯，肾。这才多少？这一小块纱布还没有。我不心疼我的血。皮头血管多，看到了吧、嗯、如果你打玻尿酸一下酸到那个里面去了，蛮麻烦的。所以皮头你就给他做密口隆鼻，他如果不做这个，他要打玻尿酸的话，你要看他技术好不好，技术好的打上面，技术不好的做不了、嗯、打玻尿酸不做下面的，一定要适合有鼻头的人去做。疼吗？不疼了吧？嗯，不疼。进去一点啊、嗯、转一下，对，把口给它转开就行了，够了啊、嗯、这个留着，等一下可能还要用，再把血给它挤出来擦干就行了。你现在没感觉了？没感觉。他麻药出来了就没感觉，就第一针疼死了。他在进针的时候，就是麻药只要麻了就根本就不一点都不疼。对，只是会有点血，这没关系。做一个鼻部的手术会流很多血，他这次还好。给我吧，来，擦一个，你手上这个拿出来。这两个消毒。现在不疼了，现在没感觉了，就开始疼。这个正好给它转出来啊，嗯，转得开。现在上面看到了吧？嗯，它是平滑线。嗯，退一万步说，你没操作好，把线给它拎出来就行了。啊，嗯、这平的没有齿。切除骨膜，切除骨头上面了，疼吗？嗯，这中间这里有点疼。嗯，不过没。明天鼻子可能会肿一点点，没关系，没关系啊，几天就好了。只要不疼就行。看到没，线进去了啊。嗯。但针尽量你得往前面多放一点，线头就会很进去很多。嗯。然后看你要的高度。嗯。到这里边可以了，嗯、你不要太高到这个地方来了。嗯、一般我们鼻部的最高点在哪里？眉毛、眼睛中间二分之一处就够了。眉毛、眼睛中间。对，不要贴近眉毛，哦、像擎天柱太高了。眉毛、眼睛。啊？它这个高度的话，那就再往上填线呗。对，你的鼻子就高了一点，那打得高一点。那个眉毛、眼睛中间二分之一处就是最高点了啊。出来行，放了一个，来掉掉。那根已经放进去了，对，这个掉到里面可以吗？来来，先来，你也可以先不掉，我给你看一下，你先盖着。这个前面呢是钝针，
如果等一下有线头是吧、嗯、你可把它怼进去再是吧挑上、你至少也留一根在手上啊、嗯、就是放个他肯定要放个老师我这个放多少根看情况八根他刚刚这个做这第一根这个食堂的时候前面就是炖着的先推一点然后再给它塞进去就是炖着的这个是吧对啊是炖针啊我刚才不是给它开了个孔吗 对对对炖针对对给我了嗯，也是那样塞进去。嗯，塞进去，这过程不好看，像猪鼻子是吧？嗯。但做完了就好看了。做的时候两边的呢，转一下，拿着针。这个还是按刚。越转越往里面送。啊，你不要不鼻子直接往里面，知道吧？因为是钝针，血管它可以避开，你要给它转的进去，明白了吧？哦，不知道。转的进去能够避开到血管，你要咨询这样一这样的不停进去，进不去还不说，然后还把真的把血管给搞断了。它这个会吸收吗？会吸收，是不是每进一根线都要插一次？疼吗？因为中间有一个位置没关系，我能忍。对，那个麻药可能打少了。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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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补，我能忍。啊，它这后期就不用取出来，自己就代谢了，是吧？对，不用取。它这个是鸡蛋那个蛋白。不用取，蛋白血高了，怎么洗？还要放，等下会更高。还要放这个颜色的吗？哎呀，我终于可以美一把了。还是绿色的是吧？嗯。哦，直接在线这里面。立竿见影吧，回去可以赚钱了。对，这个技术也贵，比玻尿酸贵多了。那条腿有点软的。很吓人吗？不是，有点就是。贫血啊？就感觉就。你现在没拿镜子看一下，你现在可以看一下了。我现在不看。不看，那我们要录视频，你看吧。我在录着，在这看的话拿个镜子给我吧。不，你现在别看了，别看了，看视频有视频啊，都给你录下来呢。好吧。就一直贴在那个骨膜镜哈。对。这比你打那个全脸估计要舒服多了。我不打全脸了。疼。这个会掰吗？什么？这个会掰。你往中间放了是真的就是真的呀。你往中间放，你别放歪了，它就不会歪。对呀、啊，技术啊，自己慢慢学着做。有没有这个埋歪了的？还真没，新手中也没说我太歪。我就看到你，我就流鼻血。你往中间放，它就不会歪。因为这个针是硬的，你能摸到吧？应该进去。这种线你能感觉到，嗯，没事的。很美。好，好漂亮。重新拿个下回去吧。嗯。就一直顺着这个孔放哈。嗯。好，是不是顺着一个方向吧？是，你要打鼻柱的话，一个方向，就在那一个地方，假体的区分，你就在那一个地方，一个隧道进也可以，你进去往左边错一点，然后右边错一点也行。嗯。但中间肯定是要，中间肯定要放几根的，你再往旁边错。哦。要么你就不实在不全部往中间错。到时候捏的时候，它也会往旁边跑，是吧？不会，这个现在里面动不了的。嗯，它先放进去，然后交个现金。那我撞也撞不歪的哦。那空间这么大呢，你线那么细，能明白吗？打也打不歪了，跟你说。你个人那么小，那个房间那么大，你能够把里面塞满吗？你要多干几个人的房间才能满呀，明白吗？这个线很细是吧？鼻腔里面是有空间的，所以为什么给他假体的人不能？老师，快点做吧，我麻药有点醒了，嘴巴都开始不麻了。好。假体的做不了。多买一点也买，也是假体，他被假体鼻子被假体撑宽了，然后要做这个就不行。那把假体取出来还能做吗？可以。是啊，取假体取。那你要放好，我都跟奶奶皮肤都已经被完全的撑开了。就是说，一根线这么细，一个假体还是蛮粗的。那经过那个日积月累的那种撑是吧？嗯。那你要放好我的根线。嗯。做都能做。高一点的。还蛮挺。就是只要把那麻药就挺麻药挺疼了吧？疼吗？开始有一个部位很疼了。嗯。还放了点根儿。快了，来。嗯。快一根放了，放了，就放下面。鼻子上放了有根根。鼻子上放了几根了？八根，第八根了。这第八根了吗？嗯。第八根了吗？我对对对。再拿细的咖啡色，这个、对对。我想上面还高一点啊。多放一点呗。他够了，他的脸太高了，整个脸要大改。
老师够了吗？你确定？够了。你太高了，你的脸要瘦，还打苹果肌，缝额头都要弄了。你有几根呢？第八根。老师，我觉得才五根儿。你觉得？我放几根了？八根了。说多少遍？高不高？比天还高。放不进去了都快。现在还疼吗？还疼。我有点感觉了，是吧？有点挤脖子里面。对，你也会感觉空间越来越来给越那个。看一下。嗯。我看到，一下就立体了。但是不是很高哎，因为到这麻药消掉就不太高了，太高看不好看，你太高了。我就喜欢这眼角这高一点，要不再高搞一根，老师。它一开就是两根，一拆就是两根，已经八根了，放十根吗？放十根可不可以？我怕但是麻药一消就好好好好。不会，它都消一点点。不会这么快，放心吧。嗯。我两个伤，你就打了一毫升麻药，没有打很多。我觉得还放两根吧。嗯。先不看。刚刚给他拍照了吧？看。嗯。嗯。进不去了。空间也开始紧。疼是吧？放松，放松，放松。谢谢了。马上就好了 ，OK 了。能忍。嗯，行。没有叫就是能忍。嗯，不行。能忍受的就可以了。先留一根在那个桌上，到时候我看看给他塞下，再来。那别桌好看的很。我也觉得。对，最自然。哎呀，关键我们好不好操作呀、啊？好操作，我觉得这个很好操作。不简单。什么都会，你胆子太大。嗯，他这个有没有风险？怕什么？对，你只要没有糖尿病的，什么都能做。就塞几根线没有风险，怕什么？嗯，你太可爱了。老师，他线吸收了，那你看下细鼻子。又细又挺，看到没？嗯，快点做那个鼻小柱吧，待会儿麻药行了，又要打麻药了。鼻小柱，这肯定要剪线，来。带尺子看到了吧？嗯。哪里的尺？这个为什么要用带线？一格一格的，这是尺子。哦，比小柱把它才扯得起来。把它撑起来，是不是？嗯、就像挺漂亮的。是，大家都学了，是吧？锤子的尖。对，也从那个洞钻上再撑下来。锤子的尖。疼吗？疼。疼打麻药啊？等会不是打吧，都已经进去了。你都已经进去了，不用打麻药，你赶紧做完吧，反正很快的。麻药很贵的。不是，我说反正很快。麻药不贵。麻药便宜吗？紧吗？哎，紧啊！紧啊！紧了。嗯。感觉到了。没穿。我觉得没有穿。感觉呢？自己感觉紧不紧？线还在外面，还能不能放？自己感觉，底不底？没有底。还没底。嗯、现在呢？下底了啊！要是如果穿的话，就把线再往出拽一点，是吧？你拉出来，重新做。底不底？等一下，我没感觉了。还没感觉、啊？是不是钝了？哎，底。嗯。啊，差了一根线。嗯，差一根线。这根线，这根线，我要做。是不是很美？是的，美。美这个鼻尖都好漂亮啊！看、这个、镜子，哎呀，这把剪刀给我，那个擦布你要剪刀。哇，这个鼻头好漂亮！呀，哎，这么得意哇！这刚才疼的是，就只埋一根就可以了吗？值得了吧？还埋一根，就穿多了。把链子给我一点来，这还没有链子。嗯，我也想做这个。抽不出来，它不会抽不出来，还放一根带齿的，对，上面有齿，还要放一根，这是双根的，是两根的，哦、再放就四根就行了。还要放一根是吧？对，用的双根，对，压着皮肤剪啊。嗯。一盒里面就是两根是吧？嗯，它一个里面就是两根，对，一个里面。压着皮肤它才会缩回去是吧？老师，一拎就缩回去了。
疼不疼？还好吧。再给我一下那个点小的孔，不用缝针的。对，那个外科会缝合也可以带一点，让七天来拆线，让他麻烦一下。不缝也可以了。可以，嗯，那鼻子好漂亮的，这一般要等下面小度，搞几个线嘞？往里面塞一下那个手感才消毒。嗯，啊，钟老师说，这一般这个鼻小柱要几颗线？两，光搞，来，几颗线？这两个鼻子的前面，你照。这个太好了，当时是因为这个，你对他长得那么好，疼，一点点嫩嫩，嗯嗯，对，好漂亮啊！现在呢？抵住没？抵，哎，对，抵住了。好，来，你看看你这个眼睛，你看谁？剪刀是吧？嗯，对。眼睛，就是这个线挺粗。那不用了，好了，可以了。嗯，没了。把那个再给我，把它放进去一点。拿这个，坐起来看看。小的吗？咖啡色的吗？来，坐起来看看。跟那个挺好看。立马就不一样了，立马，而且很自然啊，根本就不像假的。是的，是的，赶紧擦。